刚刚我们问大黄哥今天过得好吗？他说他身体不太好 ，not quite。那我们今天就来问第二个问题，就是今天股票会涨还是跌？大黄哥，请问今天股票会涨还是跌？然后摇一摇。好，我们把它转过来，出来了。什么呢？他写什么？Don't care， 他写是 Don't care， 不然能不能看到 Don't care？ 今天股票是涨是跌，竟然就跟我回答 Don't care。Don't care 的意思是说不干他的事情。大王哥回答说不干他的事情。Don't care，I don't care， 就是说不。不关他的事就对了，所以这个的玩法就是这样，拿出来之后摇一摇，问他问的问题，再问大黄哥问题，然后摇一摇，然后他就会把答案显示在下面。现在的答案有非常的多，所以是随机的，所以你就可以把他的，你可以就把他想象他在回答你问题这样。那我们这边准备了几个问题来问问看大黄哥，第一个就是。请问大黄哥，WHO 会不会让台湾加入？然后我们来摇一摇。请问大黄哥，今年台湾会不会加入 WHO？ 看答案什么？出来了。没有。摇一摇出来了。Not today。你看他答案是 not today， 什么意思？我也不知道。not today， 请问下一届蔡英文会不会连任 ？I guess so 的意思就是我猜，他猜是可能是这样，所以他猜蔡英文会不会连任是有可能，那不确定。那我们来问下一个问题，请问蛋黄哥。柯文哲会不会当选下一届台北市长？摇一摇，看答案，答案出来了，出来了。什么 ？Can I go now？ 他说 Can I go now？ 可是他可以走了吗？他没有给正确的，他没有给正向的答案，所以是不知道，不知道答案。他没有给正向的答案，他问他说可不可以走了？好吧，好吧，那我们就问下一题。请问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？请问大王哥，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？看答案，出来了。请问大王哥，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？出来了。它显示什么？Think point to yes。很大胆，请问大哥，这世界上有没有时光机可以做？他没有给那么答案。有了有了，那请写一下。好，他答案是什么？Whatever。Whatever， 他回答 Whatever， 有没有看到 Whatever 的意思是随你便，随你怎么讲，所以他我们问他有没有时光，他回答随你便，就是不确定就对了，很尴尬的答案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问下一个问题，请问大王哥，这世界上会不会有真正的地球的和平？地球。出现了一个神奇的星星，他没办法回答什么，出来了，显示什么？不见了，出来了。Don't count on it， 出现是 Don't count on it， 我看到 Don't count on it， Don't count on it 的意思是说。不要指望他了。
所以地球的和平，我们期望地球和平。霸王哥说不要指望他了。好啦，我们今天开箱就到这边，就这个，它就放在这边。然后我不知道它要不要充电，所以也不知道。有个打开就坏了吧？所以这个如果看起来是需要电力的，但是它没有地方可以充电。那如果这个一转，可能就坏了。我们可以看到大龙哥的脸，很可爱。然后下面一个液晶萤幕，液晶萤幕势必是要电的，我也不知道，真写个八。那我们再问最后一个问题，大龙哥，请问我帅不帅？好，答案出来了，来 ，Not quite。Not quite.